堂堂大日本皇军，居然把希望寄托在一头畜生的身上，这是我们帝国军人的莫大耻辱。山田太君，息怒息怒啊！千步太君千驴来，不是这个目的不过有二：其一就是老马识途，那当然老驴也识途，他驮过粮食，他一定会把皇军带到他驮粮食的那条路上去。其二。 这个驴肉比猪肉好吃，我们中国有句俗话：“天上的龙肉，地下的驴肉。”啊，比喻，哼！你们两个，一个是头猪，一个是头驴子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如果找不到粮食， 找不到土八路，我将拿你们的脑袋质问。嘿，太君息怒，太君息怒，是这样，我让他们说。乡亲们，我汤某人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啊。 也都认识，以前咱们也没少打过交道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在你们心里边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可这回不一样啊，这皇军来了，是吧？太君呢也没别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就是想知道这个啊。 这八路上山的下落，是吧？还有这个准备运走的那个粮食的下落，是吧？还有就是想把高家庄的地下党和土八路都揪出来，是吧？啊啊！所以呢，咱们是乡里乡亲的，是不是？可是这个我做不了皇军的主，我就这个希望大伙儿啊，好好想想。 小鬼子，烧我家房子！粮食还在里面呢。我烧的。啊，宝哥，你为啥烧我家房子呀？我要不烧你家房子，小鬼子能撤吗？不烧你家房子，小鬼子不进去了吗？走，赶紧看看粮食去。走。来，使劲儿。来。 把粮食转移到隔壁的地窖里，快点，快来，快酒！哎呀，把我给我！啊，说呀，都说呀！你们啊，听好了，谁知道八路的下落？ 谁知道粮食的下落？谁知道伤病员的下落？你们不愿意告诉太君，你们告诉我，是不是？啊！都他妈这么死心眼儿，怎么着？我看你个老头慈眉善目的，你告诉我，八路伤员在哪儿？ 粮食在哪儿？告诉我！我告诉你，你说了什么事儿没有？要是皇军真火了，你老命可就……嗯，说，他的，你说死他的！他杀公公爹，他是个哑巴，你们行行好吧，他啥都不知道啊！前部太君。
哑巴，哑巴，他是哑巴，你会说话吗？啊，告诉我，八路在哪儿？八路伤员在哪儿？粮食在哪儿？是吧？啊！ 娘，你脸很可爱，你妈妈可以救你，但是她不愿意救你，她已经不爱你，非常的可惜。我现在就当着她的面，我弄死你！ 把你腰口盖上，在这附近看着。你有什么消息，马上通知我。曹健，电话给我走。走。爷爷，你们怎么这么对我的亲生？死了阎王爷都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们这么亲生，亲生畜生！你们这么亲生！我哪有畜生？畜生！畜生！你们这么畜生！畜生！ 三名员，跟百姓有关，放了他们。你说你是八路，你就是八路了。有，其他的八路在哪里？ 都找了，就剩要我们两个。撒谎！说，其他八路藏在哪里？先放了老百姓再说。啊！小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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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Thank you.
叔，你说咱下不走饭呀？不能说。哎呀，崔连长，有事儿啊？我带人去村里看看。去干啥呀？去救人。村里还有那么多的乡亲们没撤出来。没有枪，那不等于去送死啊？嗯，不成。可是还有那么多乡亲们没撤出来的，要是被鬼子抓着了，那肯定是要吃大亏的呀，老支书。崔连长，你。 你可是老党员了，嗯，现在可不是重英雄的时候。咱们有人吗？啊，咱们有枪吗？怎么去救人呢？你可要冷静，我冷静不了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们去遭殃啊！你听听，你听听，村子里面的枪声和炮声一直都没断，鬼子们不是在杀老百姓，那是在杀神。你说呀？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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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。 你看看山上同志们，除了躺下站不起来，那就是伤胳膊伤腿的。我们连枪都没有，怎么去打仗？怎么去救乡亲们？你说，你可要冷静啊！老邓说，他们受伤了，但我们没伤啊，我们可以救。杀一半枪，叔，还是铁锅的事。就算是死，我们也要跟乡亲们死在一起。 对，我们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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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
接着去，啊，接着去。 想当顺民的家伙是你儿子吧？啊！告诉你儿子，知道啥就跟皇军说了不就完了吗？啊！你看你死了多少人了？还想死人呢？是不是？让他说说了就没事了，要不然他也没有好下场。皇帝，看看，皇军来了吧？ 这个老太太给我绑起来！哎，太君，哎，太君，哎，求求你，哎，放过我娘啊！只要你放过我娘，你就让我干啥都行啊！有戏，有戏，你爹，过来。太君，为了你的老妈妈。 你可以去做一切，你的良心，大大的好。太君，只要你放过我娘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。伯伯，你看，这鬼子抓了那么多些乡亲们。 你都知道什么？你们想知道的，我都知道。那，我想知道，八路的伤员跟高家庄的土八路都藏在了什么地方？您这知道？知道。白水，你这个不孝之子，亡国高枕，可不能当汉奸呐！娘。 我这不是汉奸，我就是一顺民嘛！我，你还说呀？哎呀！你得知道，那好，完了问你，他们中间还有没有八路跟土八路？啊，哎。
这些老百姓咱是不是给他们放了？老弱病残压着他又累不说，一会儿真打起来，耽误作战，放了吧。太君，这小子说的话咱们可不能信。他说他刚才亲眼看到了八路伪装了一车粮食，咱们可一粒也没见着啊。这个老百姓咱不能放，我看以后留着肯定有用。队长，这些百姓可以作为咱们的人质，如果那小子撒谎，即便我军。 咱们手中也好有个筹码。那小子总跟大哥你作对，瞅准了机会。 给我追！同学们，
枪就是为了引开小鬼子，开枪的时候一定要叫他们看见啊！好，那咱就带着小鬼子都说说。好。哎！走，大家好。村里都瞧瞧，万一小鬼子碰见老村的乡亲，又要抓人了。那可往哪引呢？小鬼子从村南来的，村西、村北都是咱们的人，往村东引。啊，好，有啊，开枪！哎，小鬼子，好。叔，这村里的枪声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，好像又到了东边的芦苇荡了。我估摸着是川宝他们把小鬼子引过去的。慢点，慢点，你看看，这一片的地形我太熟悉了。你瞧这些芦苇荡，那是这一片长得最茂最茂的一片了。你咱先贸然进去，那西边那片啊，那人噌家跳到湖中心进那片芦苇荡，那咱们抓人可就难了。那你得快说，怎么才能够抓住他们？这太方便了，我带一队啊迂回包抄，你带一队封锁湖面，啊，啊，哟西，前方。快快的，全力追击！打死他！快点啊！哎，我们招来了，跟着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看样子他们让鬼子给围了，啊！那我们赶紧去救他们。走吧，走吧，你们。
命令两营开始行动，缩小包围圈。 不准出声，都不准出声，咱不走了，没法走。咱们在这等着，等小日本把土八路给轰过来，咱们再出手。咱们走，没法走。大哥，嗯，那小子归西了。好啊，这就叫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不过这事儿让胡三儿看见了。 你小子干点活，永远是手脚不利落。那现在咋办啊？能怎么办？做就做了，他胡三怎么着？他能把我怎么着？哼！哎，哎，堂弟。 为什么没有行动？报告！报告司令，山田队长命令你出击，不理他。山田队长已经催粮去了，就你一个看不清楚。来扶我起来。快快快！走。走。 我先去看看。星儿，小心点儿！猫有点妖，不要命了。 刘二，把那个枪给我，我也正装着呢。啊！土八路就在前面，这大哥，大哥，大哥怎么样？快，快跟我走！刘二，慢慢走，走，来，快点。 妈的！给我打！好。
里像土八路吗？皇军，别打了，就别打了。太君，别打了，自己人呐。爷爷，来，快点，慢点，当心啊。谢谢你啊，小兄弟。谢啥？快上船。玩意儿，你他妈也敢打我，我疼。哎哎，太君，完了，这么打我真的打死，死了死了，想造反吗？我哪知道你们他妈是太君的我。哎，太君误会误会。玩意儿，太君你看，调整方位，目标小心，站好。爷爷，太危险了，过不去，赶紧往回滑。往回滑！快，爷爷。平安，赵区长，马平，我们赵村的游击队员全到了。好，让大家都跟上，走走。小兄弟，湖面被鬼子封锁了，你带着他们先走，我来掩护。谁让你掩护了？你带他们走，我掩护。这儿我比你熟。叫你走你就走，你还争什么？你一个大男人，婆婆妈妈的干什么？大不了跟鬼子拼了。你还不快走！我就不走。星儿，爷爷，我把鬼子引开，你快带他们走，快走！搜搜，都给我搜！同志们，大家以单兵形式分山作战，接近小鬼子以后，把咱们所有的器械一起用上，往小鬼子方向招呼，咱们一定要把声势造大。大家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分家，走。怎么回事？土八路让我消灭完了。哎啊！
那里面的枪声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听这动静，人不少啊！八路主力，八路的主力不是都击杀了吗？太君，这你跟八路打交道，你神出鬼没呀？神出鬼没！小美八路，前进！说呀，哎，撤！啊，你撤！